一 Q 八四。跟住想分享嘅一段字咧，喺 MV 里面都有读过嘅。在某个时点，我所知道的世界消灭了，或退场了，由别的世界取而代之，就像可以切换的铁路道叉那样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在这里的我，意识还属于原来的世界，世界本身却已经变成别的东西了。你不肯去打开个心去跟其他人去连接，即是可能即使你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，但是你不会真的很讲自己的世界观啊，那就变相是一种孤独感，因为你不愿意去将自己展开给其他人去看，亦都你不愿意去吸收其他人的一些观点，那就会变了将自己划埋了一圈。但是某程度上有时划埋了是一个孤立了的地方，那样东西又可以爆发到一个即是可以创作的空间，所以是很神奇的一件事，我觉得。